搭项链换，地摊经济探一探。中立中央两会起，发展地摊的经济，带动百姓的就业，经济发展迈太极，城市乡村有人气，社会发展来延续。中央政策真英明，百姓迅速来实行，网络红人也响应，亲身实践和行动。前有网红康大飞，烤羊肉串味道美，我的农村365去卖皮带也辛苦。众多网红来行动，国家政策来响应，行动网红有很多，就不一一对恁说。单说农村365如何才能不辛苦，皮带变成顺口溜，保证能有大丰收，生意好买卖红，生意越做越兴隆。大伟幽默盒子帅，兄弟两个卖皮带，雷哥旁边来录像，调侃大伟也不忘。一张桌子街上摆，招呼大伙都来买，桌子上面摆皮带，一根只收恁5块。这皮带真不赖，原价一条20块。这皮带真不差，收恁5块顾顾家，5块钱不算钱，买不了多少面和盐。皮带用上3年半，不会掉皮不会烂，这种买卖不多见，您看划算不划算？这皮带真细细，不用制作用牛皮，用上3年不会断，买我的皮带真划算。大竹板响叮咚，弯腰又把大哥撑，赶快买我的好皮带，一根只收恁5块。这皮带买回家，媳妇肯定大能夸，夸恁真会买东西，又实惠来又经济。不赖不赖真不赖，哥仨摆摊卖皮带，皮带没有卖一条，卖了一些钱全吃了。包子油馍胡辣汤，卖皮带钱全吃光，吃了个光，吃了个净，吃了一分都不剩。盒子回家砸脚柴，媳妇把他脸上歪。连山外皮大雀，那俩媳妇跟着学，哥仨一样的待遇，不敢吭声光生气。这些都是玩笑话，都是调侃和八卦。鞠个躬道个歉，下次来俺老家转，哥仨请到大酒店，洗洗脚按按摩，恁说咋着就咋着。祝愿你们的视频更多点击和评论，动动大伙的发财手，给个关注有木有，关注金点赞银，转发送恁聚宝盆。只要大伙没听烦，下期节目接着谈，那个接着谈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袋子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